大家好，我是凡凡。今天我突然想到了一道好菜，油炸土豆丁。这个是我洗好的这个土豆，先把这个土豆切成丁。哎呀，扎在这个上面很牢的，其实这个比较麻烦呀。看样子只能一块一块的切了，不过这样的话太慢了。好了，切完了。没想到一个土豆啊，切了这么多。这个辣椒不能少，把这个辣椒切成碎末。好了，现在开始炒青椒、土豆丁。这个油没有了。青椒、土豆丁，估计这道菜一般人都没吃过。尝一下，真香，味道非常好，是一道下饭的好菜啊。